国语有声善书。一翅拱横唐善书，佛道心泉，主住仙佛为无极老母。护驾岳武穆王将，诗曰：九转还丹仪气旋，十方三界尽成禅，心猿守住无遗憾，一马挥生去永然。盛世佛道修行诸子，若论名相，繁琐缠扰，未能深堪明究，尤以成迷混淆，因而直指心性，讲究见我，甚而先修人道，再论深奥。诸家各有嫉妒苍离之妙法，唯今皇母著书，即是阐述佛道法要，以此使行者先明其理，再得其要，修行之路减少阻障。皇母一驾亲临，神人皆驾，慎勿失仪。无极老母降。第十四章：良能与恶能。天地之间浩瀚无垠，所潜藏之能量无以计算。天地大周天，人身小周天，不论是以人身四大假合，或者人身如何形成，天地人是浑然一体。因而人身之中所蕴藏之能量，即是天地所蕴纳能量之缩影。人身所潜藏之能量，最浅易之譬喻，是言一个柔弱之人，一旦危急之时，不自觉中所发挥之力量，即可知每个人所潜藏之能量是在未知数。当然，此一能量既然蕴纳于此身，最直接关键当然就是此身。换言之，此一未知之浩瀚能量如何发挥，关键就在此身。因而道家修行有以练气，先将此身之气练训而驾驭，进而发挥潜能，是以凡俗之人见而谓之仙法。佛家神通力亦如是，一切玄妙变化，实则此身运用潜能而成就。既然人身运纳如此能量，而此身生长于凡尘俗世，当然受到此一凡尘俗世之牵引，在潜能尚未发挥之际，受此身之主宰，因而形成良能与恶能。世人在日常中可以见到许多例子，从平凡中忽然造作许多不可思议之行为举动，多少平凡之人一夜之间成为千古英雄或者枭雄，或是成为人善大德，或是沦为巨奸大恶，都是在人身运用潜能而成就如此现象。良能不止于是力量而已，在人身之中，可以是智慧，可以是慈悲，可以是恶念，更可以是谨慎思维。举凡在生命展现过程中，每个动作都可以是良能，因为人性秉承于天地至善之气，是以良能有其潜在基因，然则坠入尘世，再受染浊，逐渐形成恶能之引力。譬喻修行之人在修持领悟过程中，一直是智慧良能引导修行，但是在潜伏恶能伺机而动之间，修子遇上修行困境，以及良能之动力被蒙蔽，因而恶能蠢动，形成引入歧途，诸如心魔、外魔，甚至诸般无形业力，造成假象更深，蒙蔽良能，终至修子误判，指假为真，导致废弃前功，更陷于黑暗境界。总此而言，修子在修行之中，既知蕴纳于此身有如此浩瀚之良能，在潜藏未发之前，当应仔细去体会，去发掘，诸如道家之炼气，诸如佛家之禅境，俱是引动良能发挥之大好法药。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，吃素修行，孝顺父母，彼此互助互爱，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，佛国净土。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，超拔幽冥，广度众生，晚化灾劫，见道成道，弃恶向善。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，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，遥持圣境，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，要坚持到底。末劫已到，我们要努力修道办道，晚化天地劫难，与诸佛菩萨同愿，救度众生，同时也要把自己修持好。小编推荐去明正堂与拱恒堂替自己生前住籍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与昊天紫寿灵修院，让自己死后还有机会修行，而且可永脱轮回。也请超拔祖先与亲友魂到灵修院修行吧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
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与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义赤拱横堂有为心宗弥勒道场千佛墙五度母转经轮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义赤拱横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